塞，这个豆角那么老了，结这么多，你跟伯父两个人在家都不用吃菜吗？不吃这个，我们每天都炒一盘小河鱼就够吃，还吃这个菜？你们生活好好哦。回我家一段时间，回来菜地里面都大变样了，豆角都好老了，辣椒也烂了很多的，地里面空心菜也拉了好长好长的藤，因为就剩下三哥跟伯父两个人在家，吃不了很多菜，所以都浪费在地里面了。这是第二季豆角都这么老了。就摘这几根豆角吧，够吃一餐，去摘点空心菜。看这空心菜有多高，我去拿把镰刀来割一下空心菜。好了，就割这么多吧，回家做饭去。我种的菜心都长了好多虫，死掉了，好可惜。你看，那全部是虫眼，又要种一次。